2021年7月9号，开支了，6月份工资单，一共开了356万7，扣税47万3，实际到账309万。你就成天拍你那工资单啊？咋的？你挣过这些钱呢？信用啥呀？我前几天还有人给我发私信说想招聘我，说给我一个月3到500万，咋的？你在办公室你挣不了这些钱。办公室清就啊，是啊，你在会社打工，你看看挣这些钱容易不？一个月350万，也得两班倒。那你非得跟我比干啥呀？那你干啥呀？人家炫耀一下还不行啊？我也是个潜力股，我就这么告诉你，人家愿意高薪聘请我，怎么的？你干啥去？买菜去，今天是几？买啥？咱出去吃点得了呗。哎，对，吃一口得了，家里冰箱里也没啥玩意儿，走吧。我也去啊！你看你那鞋造的，造的你看见也不给我说。昨天你刚造成这样的，我打算钓鱼去，陷在坑里了。明天给你洗。那你还没洗好啊？走路得了。哎，给你懒够呛。你才懒！没事，出去锻炼锻炼多好。你瞧我锻炼的。我天天上班不属于锻炼吗？我在家我还打扫卫生啥的，我还锻炼呢。哎呀，你那也算锻炼呐？严肃点。这树上都长什么玩意儿啊？杏啊？不知道啊。哎，真的杏啊？你都想好买啥？看看呗。别买一堆不吃，到时候又烂了。都买家庭用的东西。蒜也没了，葱也没了。韩国这急事儿啊。也不便宜，是不是？是，但是新鲜，都是在地里边新整出来的，自己家种的。啊、嗯，今天集市人不多呀。是呢。排队买东西啊？看卖菜的岁数都是比较大的老奶奶呀，看是不是？这有卖肘子的。你想吃啊？我不吃，我减肥呢吗？我现在是越减越肥呀。减肥最高境界。我工作服用买不？家里不挺多的吗？随便穿不？也没啥买的呀，买点水果得了。买点桃啊。你看着买吧，不扔就行了啊。好啊。挣点钱不容易啊。那他真不错。多少钱？一万。一万块钱几个？六个。来一筐啊。行。差不多了嘛，十多个。一个换算人民币大概10块钱一个，也挺贵呀，是吧？看着挺好。嗯。柿子不买啊？柿子便宜红啊，5000那么多。是啊。柿子炒鸡蛋呗，来一筐。来一筐啊。啊。多吃柿子对身体好。他那豆豆还拿出来呀？这一盘折合人民币不到30块钱，他多给我一个是吗？说刚才买桃了吗？啊，西瓜不买啊？哎，西瓜不买咱俩吃不了。我就问问净搁那玩，跟我玩虚的。我怕你等到时候想吃的时候上超市买去吧，那西瓜怪沉的。嗯，是吧？大葱啊，这块有，买点小葱吧，媳妇儿。啊，这个小葱。还有什么呀？哈特呢？哈特呢？你？给我拿着。这排队买啥呢？
不吃饼。你不喜欢吃这个吗，媳妇儿？我买的差不多最好，跟国内的集市差不多，是吧？还没有其内国内的好。国内那个枣籽儿啥老大了。他这是一周只有一次集市，咱们国内那枣市都比这个好吧？枣市一摊你准备一个枣子俩枣，但是没有适合咱们的口味啊，是吧？这不有卖大蒜的吗？这太多了。没事儿。刚才前面有卖小包的。买得了。麻子仁卖一样。我听着麻子呢。你叫我听着你。现在这种东西还能腌鸡蒜不？不行，这是干的。上次没买着，来年教大家腌那个鸡蒜吧，因为上次做鸡蒜的时候都过时了，我妈去找没找着，然后我让我媳妇找也没找着，来年再教大家。是，你还有啥要买的没？天太热了，走一会道就出汗了。再出去喝杯咖啡呀。行，喝走。你干啥呀？那些笑容呢？哎，这里真凉快啊。你吃啥？你看着整吧。我喝带冰的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咖啡啊，不是带冰的，里边有雪糕那种的混着，有没有？带冰茶的。有啊。这样式的呢，就喝这个吧。这是蓝莓味的。行，开支了。也享受一下，平时我真不太吃这个东西，都是我家大胖给我买我才能吃住。妈呀，还有你没喝过的东西呢。我就知道冰粥，它冰粥那叫啊，那个挺好的嘛，凉快。这么热呢，胖人都怕热，后背都是汗，咱俩嘛都胖是不？你是真不会说话呀，是不是？你自己明明知道。好了。哎呀，这家好啊！这是带冰茶不？带冰沙。不用那个笋盖儿蒯着吃啊。你净知道笋盖儿。哎呀，这啥也裹不出来呢。嗯。裹不出来，这有勺呢。啊，这是勺。哎呀妈呀，你一把走一把走，还得教你。打开吃。所以说你性子急呗。你试试。不用了，我嫌你埋汰。酸奶味儿的。啊。来，喝我的咖啡吧。然后两块，你走吧。一般女孩喜欢吃这样的饮品，你知道吗？那能得一段？谁得一这玩意儿？你要吃这玩意儿，上这来喝的，我得意。喝咖啡，你说你愿意喝这玩意儿？那我咖啡不愿意吃，我不得吃这个吗？那我不愿喝还不行？那好好说话，你提这玩意儿干啥呀？那我也没想吃啊，你上要来吃的，完了说我这么愿意吃。我说你这么愿意吃这样的，我以前都没吃过这个，没吃过。啊！拿纸。凉快了，喝一杯提神。我成天看你迷糊了，提神呢。精神了一下子，提神。现在我和我家大胖准备商量点事情，不知道他能不能同意。等以后有结果了，我会跟大家宣布的。我
跟你没有共同。你等会儿我跟你说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